艺人徐若瑄在脸书上 po 出照片，她抱着宝贝儿子小 V 宝坐飞机，却拿出一个超大的家用电话让自己儿子玩。原来是她为了在飞行和车程途中安抚小 V 宝想出的新妙招，小 V 宝也玩得不亦乐乎。徐若瑄对此幽默表示：“儿子，你喜欢的东西面积不小耶。”自从徐若瑄升格当妈妈，社群网站上时常晒小孩，大谈妈妈经。除了带小孩玩游乐器材，还为了哄他睡觉，唱起自己的招牌歌。而演艺圈爱晒小孩的人还不少。如果遇见大兵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我要把你贴在大兵那边啊。小 S 送徐老三上学，走在路上还不忘自拍录影，跟着孩子童言童语的样子实在好开心。不但爱晒自己孩子，还称赞了大 S 的儿子。重点是他的儿子非常的帅，就是帅到我看到我都会害羞。在公开场合称赞大 S 儿子汪希林，说他乖得离奇。想不到从此之后，汪希林开始吃饱也哭，没吃也哭，要不要睡觉都哭，让大 S 完全没辙。新妈晒小孩，小孩可爱天真的模样，实在超吸睛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